外国人来台湾教英语不稀奇，不过呢，兼开店做生意就很罕见了。南投竹山镇有一位菲律宾籍的英语老师陈彦良，因为自己爱吃披萨，于是呢就自制披萨当作奖品来鼓励学生。没想到啊，却意外受到大家的欢迎。于是呢，他努力的精进技术，并且研发独特的饼皮，在竹山镇开了一间专卖店，要将这项美食分享给在地乡亲。不惜成本的放上气蛇食材后，接着放进烤箱，在高温之下不用多久的时间，香喷喷的披萨就可以出炉了。南投竹山镇菲律宾籍英语老师陈彦良今年49岁，因为自己原本就爱吃披萨，所以就常自制披萨分送给学生做鼓励，想不到学生带回去分享给家长，陈老师的披萨就越来越有名。我们学生有成绩很好的时候，我们送披萨，家长喜欢，小朋友喜欢，就一起都是有人跟我们订，这样，然后呢，觉得反应很好，所以我买车子来试卖这碗面。不成拜师学艺，加上菲律宾的气候和台湾有很大的不同，陈彦良所做的饼皮常常变得松软，还充满湿气，所以为了烤出和大家不同的饼皮，他也常常请教故乡朋友，最后成功调配研发酥脆的饼皮。我每天晚上都在研究怎么能够让它酥酥的，然后不会冷掉以后还是好吃，保持那个酥酥的，不会硬，对。然后来才发现，已经找到了。身为补习班英语老师，还要开店做生意，其实对他以及家庭来说，压力是相当的大。不过他的坚持和努力也让他的家人因此感动，并全力支持。他其实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，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摸旁边人怎么不见了，他就常常半夜就起来又开始忙了这样。所以后来我也觉得说，还是应该要支持他。为了竹山市区的披萨专卖店，虽然没有很大的招牌，更没有高级的装潢，不过老板的热情以及充满异国风味的披萨，却可以吃到最单纯的滋味。记者王子瑜南投县采访报道。